接下来要唱一首歌，然后我要代表我们六个人讲一些话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，然后我们要送这首歌给我们的父母亲。然后其实我们平常，我相信你们也一样，就是有些时候对父母亲的爱是很难说出口的，但是也只有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乐器，想要告诉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真的很爱他们，然后谢谢他们愿意支持我们，从一开始的怀疑到后来无条件的支持。有时候他们表面上说反对，可是背地里又偷偷帮我们宣传。谢谢他们愿意看自己的孩子做自己的样子，谢谢他们愿意让我们做真心快乐的事情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的父母亲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以及我们在音乐上的爸爸伟哲老师。这首歌是《我只在乎你》。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的容易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愿一生饥饿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
是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一丝丝情。